肖战最新杂志写真出炉，一秒化身高中校草，学长是在等我下课吗？说到肖战，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了。肖战在《陈情令》中饰演的魏无羡收获了很多人的喜爱，如今肖战出席各大活动都是人员爆满，带货量满满。肖战最新拍摄的杂志写真出炉，一秒化身高中校草，粉丝不禁呼喊，学长是在等我下课吗？这组杂志写真中，肖战自带阳光温暖的气质，非常的小清新风格，很多人都是因为《陈情令》才熟悉肖战。其实在没有出道之前，肖战大学学的就是设计，酷爱画画。红袖电子刊这组图片不仅拍出了肖战自带的少年气质，也透露着一份沉稳。肖战一秒校园校草，每一张照片都很治愈，阳光温暖，